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。今天呀，老师给你们带来了三位好朋友，是谁呢？小小身体细又长，穿着木头花衣裳，画画写字他全会，就是不会把歌唱。请你猜一猜。对了，铅笔。第二位朋友又是谁呢？像糖不是糖，有圆也有方，帮你改错字，自己不怕脏。没错，它就是橡皮。还有一位朋友呢，我们把他请出来。一间小小理发店，细长顾客进里面，只要身体转几圈，脑袋里的光又尖。这又是谁呢？小朋友们真聪明，他就是转笔刀。这些朋友都是我们学习时的好伙伴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，叫文具。具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生字，小朋友们数一数，里面有几个短横？是的，里面有三横。三个好兄弟住在一间房，我们可要牢牢记住它。小朋友们，看到这个句子，你想起了哪个字？是的，认真的真。真减去上面的实，就是句。句可以组成这些词，小朋友们最喜欢的玩具，家里的家具，工作时用的工具，还有我们小朋友学习时用的文具。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篇和文具有关的课文。请小朋友们齐读课题。文具也有家，一听就非常有趣。让我们跟着课文朗读录音去听一听这个故事吧。文具的家。铅笔只用了一次，不知丢到哪里去了。橡皮只擦了一回，再想擦就找不着了。贝贝一回到家，就向妈妈要新的铅笔、新的橡皮。妈妈说，你怎么天天丢东西呢？贝贝眨着一双大眼睛对妈妈说，我也不知道。妈妈说，贝贝，你有一个家，每天放学后你都平平安安的回家，你要想想办法，让你的铅笔、橡皮和转笔刀也有自己的家呀。贝贝想起来了，他书包里的文具盒就是这些文具的家。从此每天放学的时候，贝贝都要仔细检查铅笔呀、橡皮呀、转笔刀啊，所有的小伙伴是不是都回家了。倾听是一种很好的行为习惯，也是一种非常好的学习方式，你们刚才都做到了。
现在你们是不是也迫不及待的想来读读这篇课文了呢？那就请小朋友们打开课本，翻到第82页，自由的读读课文，注意读准字音，读通句子，遇到不认识的字，借助拼音多读几遍，并标上自然。读的可真认真，这篇课文一共有几个自然段呢？我们来数一数，一共有六个自然段，你标对了吗？哦，都对了呀，你们真棒。那这篇课文的生字你都会认了吗？请小朋友们自己读一读。小朋友们，我们在读这些生字的时候，有哪些字的读音需要特别注意的呢？是的，这三个字是平舌音，茶是翘舌音，我们要注意区分，读准来。跟老师读一遍：次、子、所、茶。我们还要注意读好前鼻音和后鼻音。瞧，心是前鼻音的字，平是后鼻音的字。跟老师来读一读：心、心、平、平。还有一个字，哪，它的声母是鼻音呢。我们要读准来，跟老师读哪哪。在课文中，哪和里组成了一个词，注意里的声母是边音了，跟老师读两遍：哪里哪里。我们一起再来读读这些生字：聚、刺、丢、哪、心、美、平、他、歇、子。
生字，我们该怎么记住它呢？哦，加一加，减一减，还有比一比，你们的办法可真多。我们一起来看，哪可以用加一加的方法来记住它？口字旁加那就是哪，哪表示疑问。你看，这个小男孩站在那儿，不知道该往哪边走。哪可以组词哪里、哪些，哪些的些也可以用加一加的方法来记住它。上面此，下面二，就组成了些。蝎子啊，可是个能干的宝宝，它可以表示数量单位。当我们不确定物体的数量时，我们就可以用一些来表示。蝎还可以组成这些词语，我们一起来读一读：一些、这些、那些、哪些。再看它，女字旁加也就是它。还有一个它，和它长得特别像，右边都是也，左边偏旁可不一样。它们读音都是它，但表达的意思差别却很大。女字旁的它代表的是女性，比如你的妈妈、姐姐就用女字旁的她。单人旁的她代表的是男性，比如你的爸爸、哥哥就用单人旁的她。你看，有些汉字呀，我们看一看它的偏旁就能联想到它的意思，可真神奇呀。心也能用加一加的方法来记住它，左边亲，右边金，就是心。右边的金就是这个字的偏旁，叫金字旁。这是我们今天新学的一个偏旁，跟老师读两遍：金字旁，金字旁。生活中，你在哪里见过这个心字呢？看来呀，你们都是生活的有心人。是的，每天晚上7点钟，我们都能在电视里看到新闻联播。前段时间我们学习了查字典，这就是新华字典。新可以组成这些词，我们一起来读一读：新书、新年、新手、清新。小朋友们，在我们今天学习的生字中呀，还有一个字也是金字旁，你知道是哪个字吗？对了，就是所有的所。生活中你看到过这个字吗？哦，公共厕所、卫生所。生活就是我们的大课堂，生活识字也是一个好方法。我们还可以用减一减的方法来识记生字，你们看，苹，苹果的苹，去掉上面的草字头，就是平安的平。小朋友们，你们能给平组组词吗？快和你的家人说一说吧。老师也给平组了一些词，我们来读一读：平安、平时、平常、屏蔽。再看美，大海的海减去3点水
就是每。每可以组词每天、每人、每次。小朋友们，看到每次的次，你想起了哪个字呢？对了，吹泡泡的吹，把吹字的口字旁换成两点水，就是次。你看，我们用比一比、换一换的方法记住了次。同一个字，我们有时候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实际呢。次可以组词一次、名次、每次。还有些字呀，我们还可以通过词语来记住它。请看这两个词，跟老师读：仔细、检查。这两个词呀，我们平常经常连起来一起说，比如做完作业，老师和家长总是会提醒我们要仔细检查。班上的卫生委员每天放学后都会仔细检查卫生。小朋友们，你们真是太棒了，老师奖励你们来玩一个猜字谜的游戏吧。去字头上一把刀，这是什么字呢？想一想。你们真聪明，就是丢。去字头上加一撇，就是丢。像这样加一撇变成一个新的字，你还知道有哪些呢？小朋友们真是善于动脑。是的，木加一撇变成禾，谷加一撇变成蛇，日加一撇变成白。你看，我们中国的汉字还会变魔术呢。你们真是一群会学习的好孩子，生字都学完了，我们来大冲关吧。茶、子、美、心、平、次、所、丢、他、哪、剪、锯、歇。身子带着他的朋友来了，我们快来和他们打打招呼吧。仔细，文具，每天，这些，所有，检查，哪里，一次，新的铅笔，平平安安。身子宝宝跳回到句子中去了，你还会读吗？请你读一读。还有这个句子，这个句子有点长，听老师来读一读，注意听老师在什么地方停顿。从此，每天放学的时候，贝贝都要仔细检查铅笔呀、橡皮呀、转笔刀啊，所有的小伙伴是不是都回家了？细心的小朋友肯定发现了，老师在有标点的地方都停顿了。读长句子的时候呀，我们还要根据句子的意思来停顿。读好这个句子，我们还要注意读好呀、哇这两个语气词。
请小朋友们也来读读这个长句子。小朋友们读得真好，现在就到了我们快乐书写的时间了。这节课我们要来写这四个字：文、评、办、包。仔细观察，你发现了什么？是的，文、评、办三个字都是独体字，包是个半包围结构的字。我们先来写文。文字的第一笔点要写在竖中线上，第三笔撇与点对齐，最后一笔捺与撇的交叉点也在竖中线上，撇捺要写的舒展。小朋友们，请伸出你的右手食指，我们一起来竖空一遍。点、横、撇、捺。现在老师来写一写，请小朋友们认真看。第一笔点写在竖中线上，横、撇与上方的点对齐，最后一笔捺要写的舒展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写瓶。瓶子在写的时候呀，我们要注意第四笔横在横中线上，竖在竖中线上，还要注意点和撇的方向朝里。小朋友们，我们一起来竖空一遍。横、点、撇、横、竖。现在老师来写一写，请小朋友们认真看。第一笔横、点、撇、横压横中线，竖压竖中线。小朋友们，现在我们来写半。半字我们在写的时候要注意它的笔顺规则，先中间后两边，先写中间的立，再写两边的点。中间的立要写的瘦长一些，两边的点都从横中线起笔。小朋友们伸出右手食指，我们一起来竖空。横折钩，撇，点，点。现在老师来写一个。横折钩，撇，左点，右点。最后我们来写包。包字在写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它的笔顺规则，先外后内。第一笔是撇，第二笔横折钩，从撇的中点偏下部位起笔，横折过的折要稍稍往左边斜，最后一笔竖弯钩，起笔对准撇的尾部，写的舒展。我们一起来竖空一遍。撇，横折钩，横折，横，竖弯钩。现在看老师写一个。撇，
折钩，折横，最后一笔竖弯钩，要写的舒展。小朋友们，你们都看清楚了吗？现在请你们也来写写这四个字，打开课本，在田字格里把这四个字分别描一个，写两个。写字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写字的姿势，头正肩平，臂开足安。开始吧。朋友们都写好了吗？老师带来了我们班上两位小朋友写的字，我们去看一看，给他们评评心吧。笔画笔顺正确，得一颗星；字写的端正漂亮，得两颗星。我们先来看左边这位同学的字，这位同学的字写的不仅正确，而且非常漂亮，可以得两颗星。再来看右边这位同学的字，这位同学的字呀，也写的非常工整，既正确又美观，也可以得两颗星。小朋友们，你们的字可以得几颗星呢？可以请你的家人给你评一评，也可以自己评一评。老师希望你们的字都能得两颗星。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，小朋友们，再见。